南投水利乡农会带家政班的妈妈到抓油来做肥啊。做肥啊，除了是传统的产业，也已经变成观光化的活动。水利乡农会家政班这负责人，这摆就专工去体验。好，让我们学习更广阔的那个体验，达到寓教于乐啊。这样子啊，提升我们自己这个家政班的一些其他的技艺，让我们在地的居民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在地的产业。农会理事长甲总干事即摆带队去到水里抓油，体验这个工法，未少人拢是头一摆，除了讲感受做伙的辛苦甲趣味以外，嘛肯定水里乡农会用心。画画的课，还有心灵成长的课，不是光只有煮饭，我觉得非常多样化。农会希望讲，好班员伫疫情期间到抓油来小可放松一下心情，哪学哪佚佗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